先把红辣椒切好，大葱，把大葱与辣椒混合在一起，先把生姜去皮，磨碎，然后与大葱辣椒放在一起，加入两勺醋，加入一勺水，再加入一勺芝麻油，接着再加入两勺酱油，把茄子像这样切成大块，用小火把茄子在沸水中煮五分钟，把茄子捞起，沥干水分放在盘子上，把之前调好的酱汁搅拌一下，倒在茄子上，最后撒一点香菜在上面。